谁说女子不从商？她偏偏要干饭事也不藏拙。兄弟拿着冰糖葫芦，骨子里快提拨，有天机撒上脱。撒娇来个梦一直和约束，如今此话到这头玩具，还有烟雨铺，生意越来越欢。眼中白纸楼记姻缘。宝刀刀手，他如今动摇的厉害，连批改奏折都心神不宁了呢。啊，连奏折都批不下去了，我可从未见过他如此。完了完了。哦，那你是我那位朋友。你的那位朋友，他为了那位姑娘辗转反侧，纠结不已。他心里喜欢那位姑娘吗？喜欢吗？如果父皇或乐陶在就好了，至少可以指点迷津。都走出这么远了，这里除了黄沙还是黄沙，别说沙棘树了，连鸟都不拉屎。一针见血啊！再往前走试试看，也许不远之后就会有绿洲也说不定。你是什么时候跟来的？齐小公子，这沙漠又不是你家的，你能来，朕怎么不能来了？果然，还是跟来了。既然来了，就一起走吧。快看，有绿洲！哦，是流沙！糟糕，我们这是被困住了吗？好骆驼，快别动了，冷静。涛涛，这个流沙圈大概就两米，你尽力从骆驼身上跳出去。好，七哥，听到了吗？我们一起跳下去。骆驼，小心！涛涛，快抓住我！骆驼，你没事吧？有受伤吗？我没事。阿渊，怎么了吗？我们该去绿洲看看了。没事，我们走吧。好，我们分头行动。不是，没有。也不是。我这儿没有发现。我这儿也没。看来只能去深处了。我们先休整一下吧。正好我带了帐篷来。皇上，还真是不好意思，臣也没有预料到皇上您会跟来，只带了两顶帐篷。看来是必须两人一起同住一顶帐篷了。不准同他一起。你们想什么呢？淘淘。又是这样，忙起来是不顾自己的身体。快回去，身体要紧，欲速则不达。都说了别管我。阿渊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，一推就倒。是。我那是没对你设防，谁知道淘淘会突然推我。是不是你画上画的沙棘树？我们找到了。你快点告诉七哥这个好消息。七哥，快醒醒。他们人呢？淘淘，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听到坡下传来你的呼喊声，我差点以为自己幻听了呢。我们找到了。快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你画上所描述的沙棘树吗？当真找到了。耶，可算找到了。老大，他们回来了。全体人员速速就位，按原计划行事。涛涛，
你瞧前面那片荒漠，看来马上就到草原了，我们离部落不远了。扳住骆驼！骆驼有危险，快弃了那骆驼！又让我跳开！好，先把这个困住了。混账！老大，不怪人员已经被我绑住了。六人在这边，上，一个活口都不许留。骆驼大哥，快跑！啊，太快了！受死吧你！真是老虎不发威，当我是病猫啊！拿来吧你！打过来！我不认识你们，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你们为何要对我下死手？不准你过来！老道，睁眼，是我。没事了，不哭了。杀了他们！别怕，跟着我一起运剑。一元，小心！我劝你们，识相的就赶紧滚！